神异常的还不错，一早就起来，都没电，然后那个我就是很热很热醒，然后后来就叫他插那个插头。哦，这个电扇是没有被热醒，我是被他叫醒的。哎，完全没有露过营耶，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弄。我也不会用，就反正先从最大包的开始拆。相约使用最大包开始拆，这是秒开账是吗？这好像应该蛮简单的。对啊，他写秒开啊。然后，这样了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简单了。秒开账很方便的。哎，这不错哎，回去买一个。他想要买一个，已经秒开了吗？哎，这是我们的门，这是门吗？哎，这个是我们的门。哇，哎，它就这样子架起来嘞。好，你拉。对角线。对，你拉那边。没手。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的小屋有灯了。哎呦，这个看起来就高级了。其实蛮不错的，真的吗？很快就可以打开了，因为我们家那个是要那个的，我们露营都是在公园带小孩搭这种帐，然后秒收，但没有这样子住在外面。蛮好玩，一起来玩，睡一起哪里都一样，呼吸的小蜜月。对，睡哪里只要睡一起就好。今天一整天。对，就是很新鲜，然后觉得来这种民宿住在漂漂亮的房间里面没什么，住在这边才有一种特别的意义。大概不是这么说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们总要知道，我们总要给自己一些安慰嘛。他刚才一往好处想，一直那个只要经过那个民宿就说，我们如果住在这里面就好了。对。我们总要往好处想，既然都事情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，也没有办法挽回了，那我们就只能接受它。我们也难得有机会住在这样子的地方，算是蛮特别的。那我们明天要加油。明天虽然没有要住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关卡。明天见，晚安，拜拜。晚安喽。一点睡到三点，没电，跑去找，然后三点睡到五点又没电，所以五点就起来了，睡了三个小时。其实我应该都没睡，都没睡吧？但我精神异常的还不错，一早就起来，都没电，然后那个我就是很热很热醒，然后后来就叫他插那个插头。哦，这个电扇是没有被热醒，我是被他叫醒的。我听到你打呼声。我吗？他太累了。我也打呼。太累。所以我打呼，然后你没听到，反而明明听到了。听着你们打呼声，我觉得格外的幸福，因为我睡不着。